动下，现在演示一下广州龙形拳的基本入门动作，叫十六动，先看示范。现在进行广州龙形拳基本动作十六动的动作分解跟内容介绍。起势，上左步冲入拳，上右步收招，进步标准，进步冲右拳，转身半拳，进步冲右拳，上右步收招，进步标准，进步冲右拳，转身半拳，进步冲右拳，上右步收招，进步扶手分掌，进步反步飞拳，进步八抽，上步收势，动作完毕。